我现在讲一讲关于使用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声音非常重要。首先是声音柔和，第一个重要性是柔和，但柔和不代表没有力量，你可以有力量，但是柔和，怎样操练柔和呢？就是你发声的时候，你摸自己的喉咙，都是放松的，这放松的，好了，可以停了。我现在示范，不要跟着我唱啊。很重要是这个共鸣的声音，这个需要时间操练，需要时间去练习的。就好像打哈欠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需要有共鸣的声音，需要有共鸣的空间。我示范一下，没有空间有空间的分别哈。妈妈，听不听到这个分别？妈妈是很大的空间，这个空间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好像打哈欠，后面就打开了，后面这个吊钟叫咩啊？口后面嗰条啊，嗰条嘢啊，就是桥音是吧？喺后面嗰条，不是舌，唔系舌头，系后面嗰条啊。后面嗰条啊？喺入面嗰条啊？咁我就唔识啦。嗰度要提升，但系条脷要放平喎，条脷要放平。就是说舌头条脷要望住个镜，要看着这个镜子，放平这个舌头，这个需要操练的。因为我学习弹琴一年，但我学习唱歌有几年的时间，这个比较难的，就是你每一天这个气冲在上面。你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就是他舌头压低，用喉咙发声。舌头不是压低，是放松。舌头放松。放平放松，不是压力。你压力就有硬了，完全的放松。完全的放松。好了，不要跟着我唱，就是听重音。是面部好像有一个面罩，你感受到好像面的前面，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声音在我的周围？高音爆在上面，今天早上没有开声啊，就是声音在上面，就在上面了。然后低音没有低音，这个胸腔，这个胸部的共鸣，没有这个胸部的共鸣是这样，但打开，你就看到这个声音的共鸣就不同了。说话的时候，其实很重要，我们有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速度。你听我说话的时候，我会将重点字想得更有力量，或者是有些时候慢下来。例如我们想一想神的大恩典，这是慢下来也可以表达某一个字是重点字，有些时候是力量。神真的很美好的，神帮助我们的，神与我们同在的，这些声音都是不停的变化。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这是不同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而且声音不但是有高音低音，也有更多气的声音，空气的气，小气的声音。我示范一下啊，哈利路亚，这是没有很多气的，你要听，留心听啊，哈利路亚，更多气，有没有听到？有什么分别呢？我示范一下，哈利路亚，这是很多气的，
声音感觉就不同了。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，这是很多气的声音。但如果很多没有很多空气出来，就会叫哈利路亚，神真美好啊，干干的，就是声音就很清楚了。但如果我们要放感情，有些时候放空气，更多空气，但不同的变化，不同的变化，就是我要来赞美我主，每个字都有变化。我要来赞美我主，我要来赞美我主，都有变化，而且高音必定要用气。我要来赞美我主生命，就是必定用气，让我们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连在一起，不要这样唱。耶稣我爱你，这是分开的，也没有共鸣。耶稣我爱你，不要唱，就是听我整个唱。你听到每个字都连在一起，而且我要高音高声就高声。我们需要练这个声音。啊，声音不停的平稳，可以大声小声还是稳定，而且都是有共鸣的。共鸣我示范一下哈，这个啊，这个妈咪咪咪咪唱的时候，你看看长度在上面跟下面的分别哈。妈咪咪咪咪，这是在上面。妈咪咪摩摩，就妈咪咪摩摩，就有上又下，唱歌的时候都要在上面，不能这样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就不是在常常在上面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都是有气，这个气怎样来了？你的肺部膨胀，呼吸放松，膨胀之后不要很快这样空气啊流出来，保持膨胀，力量在丹田，下面用力，喉咙不用力，所以唱的时候是这样。妈，都是有力量，从头到尾。如果你的肺部不膨胀，很快气就没有了，妈就没有气了。而且很重要，我看到很多就是这个声音太粗鲁。没有一种舒服的感觉，讲到的时候声音非常的沙哑粗鲁，没有感受到耶稣的爱。耶稣对你说话不会说我爱你啊他很柔和的，我爱你啊，你是这么美好啊，我喜悦你啊，这个就是声音操练。我想问一问。